朋友们，2013年央视的中国好歌曲的比赛当中，一曲《卷珠帘》让人们认识并记住了一位清秀俊朗的小伙子，而他呢也凭借此曲一举登上了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。我想他是谁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我请全场所有的朋友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吗？好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霍尊。谢谢齐齐哈尔的各位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很激动，
每一次回东北就真的是回家乡一样，就觉得在这里给大家唱歌特别开心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齐齐哈尔，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